该关教育处表示，这几年投入相当多心力来推动中小学艺术甲美感前景，透过一起来寻美子计划，补助学童进行艺文丢馆体验、艺文团体入校等等美感体验活动，提升偏向学校了解美感参观礼节，以及培养生活上会当善用美感素养。对此，特别伫创新学院举办艺术前景成果展，而参与的上山国小校长表示，透过国家团的演出，会当和外界了解细间学校不比大间学校歹。很高兴我们松山国小的朋友到现场来参加这一时间的松山国小的国乐团参加现场的各项比赛，现场非常好的成绩，那也很感谢我们的老师把每个小孩子都当作人才来培养。谢谢，待会有四个学校小孩子来就是我们松山国小就对了，谢谢。都是我们是农工商各个领域，我想孩子从小有这样的一个美感教育，对于未来就会充满了一些对人事物的一个美的那个感受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想这也是教育部非常这个重视的这个部分哦。那其实不管是教育部，我想这个是普世的价值，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感教育的一个重要性。原定文章良指出，该馆编制有艺教纪录片以及故事专区，提供馆内艺文教师教学分享管道，每年都定期办理美学教案展示演习以及竞选，就有一系列的课程甲演习规划，有效增进该馆教师教学技巧甲效能的互相交流。新新闻中来信该馆采访报道。我用心意，用雨水泡一个人心意，用露水冲一杯暖心意，甲伊你的你你相亲。加优先，你有介意无？你嘞？